其实我们下来很辛苦的，接下来三天的演出，我们也是就是，是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。对。我们为了就是三天的演出，我们在，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在台中工作，然后已经连续上了三个礼拜的夜班，就是为了这个下来表演，所以因为没有桥架了哦。对，因为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换架了哦，所以我们要去补那个时数，真的是，你辛苦了，第一次这样的经验，真的是人在江湖。然后坐车回来的路上后，然后又坐到最后面，然后最不舒服，晕车这样。没有，真的，像是奉劝大家不要做那个统差啊，真的有个臭的。OK。其实你像只有那个比较便宜。因为他臭，因为他臭，没有了，要看运气了。接下来哈，这些都是，哦，接下来这首歌是，不要说唱一下，唱什么？所以我们要开始要临时改变了。好，对啊，不能再继续低落下去了，我们要开心一下了。好 ，Come on。You
刚刚这边有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？中间插曲，那个一见你就笑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一见你，这首歌请抢答。哎，没有，没有人知道哦。真的没有人知道吗？想到你啊，有听过吗？大家没有吗？咱们没，他们比较爱修染哦。没关系，里面就是。外表面临大，不要害羞，哎，不要吝啬，哎，出力就对了，哎，出力啊，我们在这边，哎，放心。OK， 刚才那一段原住民的，那听大家听到那是原住民的声歌吗？前面，那不是泰语，也不是韩那个菲律宾的啊，那个是我们台湾族的。主语啊，怎么讲？也有其他主的，比较像出征的感觉啊。对啊，就是类似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唱了，所以呢，要回来了哈，要回来唱我们歌了哈。回来了，嗯，怎么了？没事了，大哥哥哦，太喜了，不好意思，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干嘛音乐啊，干嘛音乐？OK，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日本歌，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尝试哦，尝试。然后这首歌的故事真的是蛮凄惨的啦，就是我们吵架了，分手了呢，我们有一次啊，我真的闹到离婚了，那次没有都撕掉了那个前面，有一次真的我们两个其实吵蛮凶的，就是可能就是真的要，就是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那样，好，要感谢。现在在谈那个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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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我们的媒婆哥哥，不是媒婆，不是媒婆啦，当我们的那个见证人啊，见证人，不是啊，就二次再度婚嘛，对，我们就因为他就签了一个马光条约嘛，啊，反正就是因为我哥的关系，就是当那个桥梁这样子嘛，是吗？所以我们本来就是真的是。都要解，就是感觉要解团了啦。吵架那都吵很凶哎，就一直像老公老婆这样子，对，就互相问候自己的家人了，真的。没那么夸张啦，我们讲我们只方面那么的那个吧。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然后写出来这首歌，就是这个故事哈，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能跟初力一样的初力这样。所以是我们出力，但是我们出力，他又不想要，他不想要我们太简单的，他就所以就是说要砸门，哎，打五枪的感觉，砸门啊，看起来多像那个什么，不是砸门，就看起来大家都是大家比较潇洒的感觉，对，因为我是大侠的感觉，对，大侠的感觉，我就写出，所以我就硬要砸门。然后前面第一段歌词其实是在讲我，然后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在讲他， yeah. 然后副歌其实都是我们，就是不只是我们，而是很多的音乐人，就是在表演人的梦想， yeah. 对，就是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，嗯，就这样，对，这歌词就大概就是讲就在讲这样啊，好，这个是。我放破音呢，有点高呢，你先调一下嘛。那什么调啊？去啊！啊！好的。要不今天罗赖吧？我晓得。那好，咱们处理。
像雨一样沉默不停，再想起自己的眼睛，也许等会你心情会放晴，原谅我每次都要和你担心，好。
为这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哦，造成了要唱的一个 ending 的歌吧，最后一首歌。啊，哦，也要改变了，就要改变。OK OK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喝吧宝贝，翻成英文这样。这首歌哦，我要讲一下，因为我有一阵子大家都对我的印象，因为我写的歌都是比较情歌，然后就有人就啥，你可以学一个快歌，对。跟我讲这句话的，他现在也是在弹吉他。对，然后我这第一次尝试写一首快歌，然后真的不知道怎么写，这真的是因为想要写一首快歌才去写一首歌。对，所以他的歌词哦，很强大哦，这没有啦，那歌词是怎么讲？没有这么有深度了，哎，小芳哦，本来是要唱那个 funky， 对不对？ funky， 对，结果后来觉得我们唱的人咬字不一样，哎呀，怕会就是听成就不好听的，外国的朋友的，就是，所以说我们对不好的，就不太好了，我们就换了那个 drinky 杯，就喝吧，喝吧，宝贝，干杯吧。来，这个如果那个是桌上有杯子的，希望跟我们一起干杯了。等一下上网的时候哈，啊没有，赶快去倒啊，没有啦，这个是跟你借啊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我自己的，不要动，啊闹脾气啊，好，还是最后一首歌了，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而且这首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完成，对，对，这个要一起要一点，其实它的有一段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唱。对，这个要一个互动哦，才能完成，要有你们才能完成。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可能要唱到凌晨三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所以你们希望你们就是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跟我们一起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大声拍掌，这样吧。拍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没有拍掌，专业的，开玩笑。那个是认识的，那边。啊，知道。OK， 这首歌《Drinky Baby》，那个副歌的部分，我们先唱一次副歌。好，教你们一下。教你们教学哈、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来怎么唱啊？是什么？你年纪是多大？你在年轻？而是我看过，要狠心，你好难过。
人的去过，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一起说，一起说，一起说。
Destiny.